香鸡很香。有吗？它是那饲料你们买的？对。我爱运动，叫伊伫遐。你去哪儿了，小弟弟？乖哦。很乖啊。你食到这大口的。Yeah。水啦。我嘛袂紧张啊。我准备去跟朋友去吃隐藏式的面店，就是印章啊，印章边有一间啊。你看是怎样？你叫抓宝。当下的其中一个消遣就是抓宝。剩下老人才好。评委阿翔，伊伫遐咧抓宝王啊。大家高级的。嘿，我来录音哦。我这是只李荣。看，迄是啥物件？电影版迄只青眼白龙啦。无人跟我拍单只。看，最后一条呢。嘿，唔敢看。废。啊！拜拜。食饭。我。可以啊，这只是什么东西？这样这拍起来，鸟大便。这个是哎，你要坐这，你坐这抓才会晒啊。我哪讲的？你要坐这抓好，你坐这抓才有晒温啊，空空的。哦，啊袂啦，我看到你啊，开了啦，还是看我字啊，开了啦，还是看我字嘛，开啊。不在啦，没在。那哎，阿尼在家？他暂时在家吗？对啊，他只是屁起来的，你卡掉屁的。阿嘛是无招牌。哎 ，OK， 我今晚的这有一个印章铺，在传说中的面店，无名面店。要去到大间，想叫无名，我傻眼，越开越大间，一定有吃过吧？在地人应该有吃过，怎么变那么大间？印章铺对面的无名面店，无名面店 ，go go go！ 之前烧掉，是吗？是啊，烧皮吗？是吧？是卡掉了吧？是吗？再断断，你这是古厨吧？哎呀，这小碗嘞，哎呀，这小碗啊，这大碗嘞，哦，你用公这是百岁吗？是多百岁？我在卡导游了。买那是错啊，这是肉，卤肉是一块一块。恁两个拢无去，我嘛无去。迄种去花莲啊？花莲拢无去啊？有好少啊？我少啊上，我少啊少。屁！有好靠伊啊？你个柠檬伊？嗯，我是帮你做搞，这还不错，还不错吧？不错啊，糖汁哎。你无食过这间面店？我今年吃一样吃米粉啊，米粉我应该吃招牌啊，哎呀，吃亏我哪会啊，吃招牌啊，哎呀，吃招牌啊，我这不是个小店，小店赶快，边吃边打牌，今天的是无名黄干面，传说中的面店，这是小碗的。小碗这样子的，有点不太妙。传说中黄干面，这间卤肉饭偏软，软饭。黄干面是那种路边传统黄干面，油面，赞。就大概吃拢有甲肠仔那条的，你怎甲肠仔那条？伊这是骨仔吧？肠仔，这是骨仔，肠仔。这才是肠仔。这韭菜嘛无食，我韭菜拢食食。大碗面条，差不多。饭大碗三十五，三十，三百四百，再五十，四百四啊，只要四百。是不是这样子吧？有多少四百？顺顺顺，我们今麦要去食皇宫传说中上好啉的咖啡。食店名。拜拜。
我们小时候是不会喝咖啡啦，这个是大人的行程。婆婆，乡下的土产，不是啊，婆婆。家北斗有肯德基，有啊，前面啊，麦当劳旁边啊。欸，北斗开肯德基啊？对啊，干。这是一种无翅膀的小强。无翅膀啊，强。那有一种无翅膀？有啊，有啊。饭真的要搅拌四百次，一千多次。现在变蜂窝，蜜蜂鸟啦，也电线杆变蜂窝呢，这是你的秘密基地啊！秘密基地，修好。冬天你说他们这边都是庭院树啊？对啊，是啊。我那一棵就很会选，那一棵有飘逸的花，够解凉亭。我看它里面有咖啡机啊，铜钱草啊，哎，古时候的铜钱啊，有一只鸡啊。哎，我get，我现在在田中。我朋友说最强臭豆腐，顺口臭豆腐最强，他们说的不知道。但是他旁边有萝卜丝饼，我想来一挂嘛。你好，两个好了，两个。不要辣，不要辣。你坐底下在看菜。田中路边臭豆腐。中路边臭豆腐，海景，这边挑，哦，这边鸡味汤，这是田中人的套餐，臭豆腐。加猪血汤，虾妹。大把乌龟，绝对大把，拢去食一个，咸猪鸡哇。安尼啊，赞了。田中路边摊，多少钱？五点多，回家。是谁？耶！好吃，赞赞赞赞，好吃，阿伯都好吃。妈啦，你搁底下恁在看啥事？吃八个老老老。这间是传说中的王美店。对啊，我没有说错啊，都是草皮。这间是传说中的王美店，你们自己去查。王美啊，王美熊啊，这个是男追姐王美熊啊。王美养成，票票，应该女生来的比例应该蛮多的啦。我们男生就不会，我跟你讲，女生绝对不喜欢来这里。不会啊，女生绝对不喜欢来这里。他们在这里来这里拍一张漂漂亮亮的照片，这东西来这里想哎，就安尼。
看他这厉害，田园生活。体验没有体验过的田园生活啊，那个真正田园生活不是安尼啦。真正田园生活不是安尼。你若中昼来，我咪操你！你若透早来，我咪靠背。五点多来家是袂歹啦。五点多回程喝咖啡啊。因为这样太阳照下来不会怎样。我没点，晕倒。回家。